你无论是外表，还是你嫁予天佑的决心，伊拢比袂过我。我袂变的都有，你敢预备给我？那恁找到的时阵，李宇飞已经河开地水啊！无坏温顺都要你弄，你是要去？你敢站起来？给我放开！阿公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《天之娇女》。从今仔日开始，咱就是一家人哦。这件是通知你来的哦。伊甲我讲，你去参加高天佑的婚礼，在现场昏倒，你是为着云云去的对吧？多谢你。刚才是那个方圆看出来乱啊。你今仔咱别安尼。你若真正决定啊，要甲迄清风桥买来哦，安尼你无所谓贷款，我真少你。爸既然想要支持同好的，把清风物流买下来，是要做爸爸的鼓励我，继续对我发展。圆圆讲吼，我若无甲伊斗三工，伊就要死给我看。啊，我这个做阿公的，甘明仔目睭金金哦，看伊去死的。婚礼仪式已经正式完成啊，新郎，爱请你即马将新娘的头搭来掀起来。那是你，方宇，宇飞呢？我叫人家做清洁工，把李宇飞藏在咧箱塞的推车内面炸走。你是怎个考的？我这世人绝对无可能跟你挂干对手指。你既然你不跟我挂干对手指，我跟李宇飞讲，你若等伊偷窃的时阵，才倒来套房跟你讲。我。你别来推我，你别尽量别来推。